你把自己变成他，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彻底变成他的。潜移默化的把他想象成在你身边的人，但这并不代表他就存在，他只是你臆想出来的人。如果你想让他消失，我不要他消失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醒来才惊觉你已不在，脑海又是片空白，那么散不开的阴霾似乎要拼命抹开，再回还原那块已经缺失的云海。快给病人输血，这边。患者面部大面积烧伤，颈部被钢筋刺穿，左腿筋骨粉碎性骨折，腹腔内可能有大出血，血压80/50，心率120，患者已经休克，准备进行手术。在身旁散不去，欢声笑语湮灭夹在一间心，我就是你，什么逃避，所有都在手里，还有什么不满意，我不是你，只是一个替代而已，这串自己即使不愿继续，我要结婚了。你什么？她怀孕了，我要负责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不公平，但是你当我是什么？啊？咱们在一起那么久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是吗？你当是拍电影啊？这个戏体验完了，还他妈换个片场啊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哎，你喊个屁啊！我这天天已经够烦的了。我妈天天催我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敢说你和我永远的结婚？所有都在手里，还有什么不满意？我不是你，只是一个替代而已。拆穿自己，即使不愿珍惜。学会了给予，一切还要继续。这可能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了。